不啦！哎呀，姑娘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不要想不开啊！啊，来人呐！不要拉！来人呐！哎呀，不要想不开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哎呀，这美女，上来先上来先，美女。美女呀，你干嘛？怎么啦？怎么想不开了呀？不要哭，你说一下怎么回事？你还背着一个肚子，还有一个啊？对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老公跟我离婚了，不要我了，遇到渣男呐！哎呀，不要你也不能，我看你年纪也不大，不要想不开呀！不要你，我跟你说，三叔，你平时不是拉巨人也去做做媒的吗？不是啊。问题是，哎呀，老是想浇水，人家想水，我忘。等一下，他不听我说。美女，我没有地方去了。你听我说，你冷静一点。我们村三叔以前做过媒的，等下我叫我们三叔带你去找个好人家，好不好？世上男人千千万，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？是啊，对呀、啊。你不要想不开，现在那么多男人找不到老婆，你怕没人要啊？哎呀，他不要你，你可以过来比他好。可是我白背了一个，肚子里还有一个，谁会要我？哎呀，你说这种，我没结婚的话，我都要啊！我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是啊，现在小孩多宝贵啊！是啊，人家有了想要小孩都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要为两个小孩考虑一下，是吧？毕竟那两也是两条生命，对呀，你不能这样子想。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呀，胖乎乎的，就是我有孩子，我一个人再苦再累，我都要把他拉扯大。我没有能力啊！哎呀，别说这种话。这样子吧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我要带你去乡下亲。如果我是的话，你就炸了。现在很多男人都是好男人，你以为啊？没关系，你就给他介绍个老实靠谱的那种。那肯定要那种了，像他已经受了伤害了，是吧？对呀。可以吧，美女？行不行了？行，我要带你过去了。先到我家吃点东西也可以。先去三叔公家。是啊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我们是好人呐，这个村的。走吧，走吧。你看我们也不像坏人，是吧？我们跟着你去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看到两个孩子那么可怜。哎，这个就是那个小智渣了。这个，你看这个车子也是他的。人家条件那么好，人家看得上我吗？哎呀，先试下喽，说不准你看得强呢，上呢，是吧？那也行嘛。哎，小智。小智，哎呀，出来一下。哎呀，三叔公啊，今天没相见啊，准备了。那你以前经常说叫我介绍女孩子过来，你看今天这个买一送三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你以为是嫌你家里面有钱，但是你也三十多啦。两个，还是一个黄脸婆？我什么身份？哎呀，你现在人家，现在家里面那个原来的老公抛弃了，这几天出来流浪，本来人家很漂亮的，你以为啊？你把我当接盘侠？哎呀，是你傻还是我傻了？我要的是黄花大闺女啊！黄花怪大闺女，我这条五六个黄花怪大闺女给你，人家又不同意，你以为啊？不同意我也不会要这种。啊、打光棍我都不要这种。哎呀，那个随你了，你不要就算了，你不要老是这样子说人家。下次这种不要带过来了哇。算了算了，哎呀，我们走。哎呀，你这样子说人家。快点站在我家门口晦气。哎，三叔，哎呀，这种人真的是。三叔，我该带你光光棍，我跟你说，这三叔我就是不靠谱。上街去。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远房老表了，这个人憨厚老实，种有几十亩那个砂糖橘。还养养有几十条猪，就是在家户儿一个。以前呢，家里面比较穷一点，现在还没结婚，那我就问下了哦。哎，是啊。哎，大飞。哎。哎呀，我以为你还去果场了。哎呀，表哥。哎，哎呀，哎，是这样的哦。今天呢，我介绍一个。给你，你看一下，怎么又大肚子又带着一个小孩啊？我跟你说，他原来是在外地的，人家前妻他生了几个女儿，要把他抛弃了，回到娘家，娘家又不接受他，
所以刚才哎呀，他差一点那个请那个短剑啦。哎呀，这怎么能有这种思想啊，美女？啊、我想一下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是吧？也三十多了，反正平时介绍过来，人家要不喜欢你，你喜欢人家，人家要不喜欢你，做人呢是很可以的，你看一下是不是？他也是，尤其是憨厚老实一点的，能够老老实实过日子的就行了。美女，你多大了？我28。哦，我都33岁了，比你大一点无所谓啊。没关系。我家条件的话一般般，不过今年那个砂糖橘大丰收，如果再过2个月的话，那个砂糖橘就可以收了，我就应该有20-30万的收入哦。是啊，那省利润的哦。我没有什么，只要你愿意接纳我，不嫌弃我是结过婚了。你不介意他带两个小孩吧？还有小孩。那最主要是，你那个离婚证离了没？离干净没有？离了。离干净了，离干净了。哎，小孩我都无所谓，我求之不得。有个小孩的话，到时候，哎呀，我就不用努力那么多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政策也允许了，你可以再生两个也没问题，是不是，美女？是吧？我还可以生。对呀，反正你生活现在也过得去了，不像以前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这个是女孩子啊。嗯。哎呀，女孩子好啊。是啊，因为招商银行、啊。招商银行，对了对了。哎、美女，那我的条件是这样子的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从来无所谓，我今天就想有个家。这样啊，那你是真心实意的跟我在一起吗？不然的话，到时候又嫌我家穷又走了，那时候我也不想这样的。不会，应该不会有那种想法吧？不会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你不能再有那个轻生的那个思想了啊！是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哦。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你要为两个小孩考虑，是不是？我知道，我现在我想开了。是啊。要给他们一个家。你要不要有那种想法？哎，那这样吧，既然你也愿意，是吧？直接就在我家住了，到时候把小孩生出来，过两天我们就把证领了。是啊，过两天安心的在我家过日子。对对对，放心，一日三餐我还是供得起的，啊。嗯。只要你们以后你们两个勤奋工作，是吧？把那个果场，把那个猪养好，日子肯定会好起来的。是啊。哎呀，大飞，我跟你说不，这样子不，人家受过一次伤害了，以后要对的好好对人家，不能再要第二次伤害，知道吗？好，放心吧，放心啊。嗯、OK， 这样子。表哥，既然来都来了，进来吃顿饭先。美女，你也进来。啊，那行吧，边吃边聊吧。好，我的行李在。行李等一下，我再等煮了饭，我再过去拿过来。对。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了啊。来，进来。啊。兄弟，哎，终于可以。我踩过点了，踩过好几天了，这里没人，没人住了，20多年都没有人在这里住了。把他的钱放进去，放里面。哎，晚上我们再出发。现在目标太大了，大白天的。你这个小孩，没事。把手放进去去，快慢。这房子是挺荒的，没人住的。哎呀，我是说我看过了，我都盯了那么长时间了，会不会塌下来啊？那不会。晚上这里个淡水，晚上我们就走了，你管他。几个钟而已，是吧？那先把小孩放这里。我扶住，先把小孩。这个破锅梁会不会带小孩？这绑这么多，绑那么多，那么紧哦。对呀。哎呀，兄弟，你看。黏住我们了！哎呀，有一个人坐在这里，先把他放下来，先坐下来，坐下来。我抱着小孩子，兄弟，我这要绑起来哦。你先把婴儿车拿过来去，能不能用啊？这个可以啊，怎么不能？你看，哎呦，快点！哎呀，这里有点长，要不要绑起来啊？先绑起来哦，绑起来。这个小孩先放这里，小孩没事，小孩。吃饱了，起码也几个钟头，他就不会叫。哎呦，卡没这包都没钱。哎呀，钱不钱没无所谓了，快点。我不要，转过就可以了。绑住手啊，上来。好。
要不要先打个电话给我们商家？也可以啊，通知他问问。哦，问一下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大哥这是发财了，发了。哎，动摇，听到没有？信号差。哦，听到了是吧？哎，今天我们搞到两条货了，一大一小，小的有八八的，十个月这样子，女的很漂亮，应该是二十最主要，二十多一点，对，多少啊？啊，35万啊！啊，那很开心，晚上我们就出发哦，大概明天早上就到了，要现在。周末要目标太大了，我们白天不敢，晚上我们8点钟以后再出发。好，那先这样子啊。行啊，35万了，兄弟，哈哈，干了这一标我们就不敢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看看有什么东西。有没有？有啥？现在有东西在里面。哎呀，这种人20年都没人住了，有什么？哎呀，肚子饿了，可以加点药效啊。哎，行，反正还有几个钟，3几个钟，没事的哦。对对对，来，那小孩吃饱了也不会哭的。那我们先去吃，快速去大医院冲一顿去，搞饱噻。快快过来，走，这小孩先放这里。没事的，来，走。哎呀，几年不回来了，老公是漏水管了都，里面长草了。修一下，不修了它就麻烦了。你看，什么都长草了。哎呀，长满草了，但是，这姑娘啊，带小孩到我家房子里面干嘛？不哭，宝贝，小宝宝乖乖不哭啊。哎，小姑娘，哎，什么娘？我怎么在这里啊？我不知道你啊。先把我抱起来。这里是我家。你家？我是这里的房东。可是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怎么绑在这里了？什么？我的小孩。来，过来。我孩子。我孩子。什么东西？什么回事？我想一下。我想起来了，什么？我本来背着孩子去打预防针，路上被两个人把我捂住了，不知道对我喷了什么东西，我就迷晕了。肯定是人贩子，好像刚刚这个不法人贩子那么猖狂，那么嚣张，人贩子啊！我等我发现，这时候麻烦了。那我怎么办啊，大伯？你放心。你进啊，进一下。你要救我，我救你。但是我叫你救之前呢，我一定把那不法分子勾引出来，把他一网打尽，不能把那不法分子逍遥法外。我去叫人去过来，你一路装啊。我刚刚好像我还听到他们说晚上什么8点钟出发，还有上家要把我跟小孩给卖了，说得什么35万，肯定是天黑之前出发。好在他们刚刚好像不用说了，他们好像有对我喷什么，我憋住气了，我没有吸进去。你不要说了，闭着眼睛，我马上叫人去过来，好吧？那你要快点回来，大伯。你放心，你相信我啊！我不怕，你快点回来啊！我把他坐牢放好一些。那快点啊！好了，怎么还有这样子的？你看，我都说没事了。放心，哎，吃的好饱吧？刚刚那狗鞭汤可以不？可以。你看，东西吃的东西我们都避毒了哦。哎，这个小孩老是哭。反正今天晚上我们叫马不停蹄。对。美女，天公不理哟！美女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两个美女肯定的。哎哎呀，干嘛？哎呀，你们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就是他们两个。先解开美女，
是谁？你们两个做了什么好事？蹲下来。还什么好事？没有、啊。那么说个事，是我弟的老婆。对呀、啊。那笑笑，我天还在狡辩是不是？哎呀，真的是。没事吧，美女？没事吧？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有我们在啊。就是这两个人是吧？嗯，就是他们把我给迷晕了，带我到这里来的。没有，这是乱说的。现在还在说吗？哎呀！哎呀！要命！要命啊！要命啊！要命啊！根本不认识他。你看看，刚才说是什么老婆？要命啊！嗯，哎呀！坐回来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拿了什么泡沫。卓一平，应该就是赵一平。哎，啊，鸡啊，啊啊，鸡啊，兄弟，没管嘴。哎呦，哎呦，站好，唱首歌。铁板拉的走，铁索链，手扶着铁。等我往外边。停！我跟你说啊，你就是中国下场，到时候你进里面再唱这首《铁窗泪》吧。在里面有没有钱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美女，有没有缺少什么东西？包里有没有少钱？我的包，看一下，你有没有带有钱？手机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丢，没有丢。还有，钱都还在。啊，做了几次了？三次。三次，我哇！你们害了多少人了？多少家庭会被你们搞得妻离子散啊？你们都把他们拐到哪里去？都拐到外省了，作恶多端。还有上家是不是？有上家，下家。你们丧尽天良啊！你们这样破坏多少家庭啊？搞得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啊？我们都是卖给有钱人家的。卖给有钱人家。我跟你说啊，像你们做这种事情啊，真的是良心被狗吃了，一点人性都没有，必须要严惩他们，把他们抓去派出所去，好，人证物证。这种事，美女，放过我们吧。放过你啊！不可能去唱那个铁窗泪，还有免费的馒头吃。大哥，你想不想吃？要馒头吃。过来姐，过来。我就不信了，我今天。老娘，出来！老娘，赶紧给我出来！听到没有？再不出来，我把门给踹烂去！我跟你说。赶紧过来，滚出来！哎呀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把我姐赶去哪里啊？为什么要赶我姐？我没有赶，她是你回去。没有赶，那还不是你惹的啊？看你现在穿的什么样！我叫她回去拿一点米回来。拿米？你自己没手没脚啊？啊？你不会自己去赚的？你种了那个田吗？成什么样了？就那个田，今年没有丰收，被水淹掉了。被水淹掉，你一个大男人、男子汉、大丈夫，顶天立地的，整天在家厚脂脸做懒做的，我在家还要看小孩，我小孩也不管。我听我姐说，你是不是每天去那个叠庄？是不是？我看人家打麻将，还看人家打麻将，一天天的不舍事事，那脑子里面都装的什么？就想着异想天开是吗？啊？谁说我不想？我每天都去买彩票啊！还买彩票，就想靠两块钱赚500万是吧？是啊，要咸鱼也要翻身一天。还咸鱼翻身？你有那个命吗？我问问你，你有没有那个命？说不定哦，哪天他中了呢？中过500万，我就可以翻身了。这脑子，老是想着天上掉馅饼，啊、不用干工也有的吃，哪里有那么好哦？哎呦，掉500万给你哦。我姐回去穿的什么样？一身邋里邋遢了。我现在给她穿的衣服，摇身一变，这么好的老婆你不懂得珍惜，你去哪里找啊？啊？谁说我不珍惜？我只是家里面没钱了，穷疯了，叫她回去叫你借点钱，借点米回来吃。穷疯了，你不知道去赚钱啊？天天就在家里面，啥事也不干，草也不拔，菜也不种，小孩也不干，我去一步都去不了。谁说我不干？我也养猪啊，只是死掉了而已。叫你养猪，
人家养猪，人家一天喂三次，你呢？两三天才去喂一次，那猪都死了，花几百块钱去买个猪花回来，那都死掉了，钱都亏进去了。没见过你这么懒的人哈！哪里懒，我就省点饲料。还省点饲料？你不投资它，你到时候你有的赚吗？啊？你都不舍得下血本。猪吃太多了，哪里有钱买那饲料？猪吃太多了，你就去种那个红薯糖，种那些种菜，种多一点，拿下来喂，或者上山去割野菜也得啊。割野菜那个。我都没割过，还没割过，没割过。像你现在这个年轻人家，人家都事业有成了，你呢？还开着一辆破单车？我破单车跟你姐上街，人家说浪漫。亏你还说得出来，还浪漫？人家小车都开起来了，你不觉得丢脸吗？骑着烂单车还浪漫？人家是当时笑话你，愣什么骂？我宁愿坐在宝马里面哭，也不要坐你这个破单车。听到没有？绿色环保，国家都提倡环保。环保？啥都不懂你们、哎。你就是懒惰，不想干活，才剪了这种歪脑子。现在脑子还不清醒是吗？还不清醒是吗？啊啊！看你现在什么样啊！不错了，别打了，还撞了撞了，看走眼了，叫做朋友也不去。你又没有文化，没文化，没文化，你去找点苦力活看你得啊！一年有个两三千块钱，最起码能给孩子吃点奶粉。你现在小孩也有了。孩子一天天的长大，花钱的地方也多。你再这样子下去，家都没有了。我跟你说，去广东找工作，人家35岁以上不要了。不要，你妹夫在下面开有个厂，下去工作，去干那个苦力活，拉那个叉车。叉车我不会开。一个月4800一个月，你不会学啊？不会开？你下去有人手把手把你教会，这么好啊？这么好啊？下去如果再这样子懒的话，你直接滚蛋了！我跟你说，我也到时候我把我姐拉回去，这个婚离了。有没有双休的？单休，一个星期休一天。才休一天呢、啊？你还想休多少天去啊？啊？我也休两天。还休两天？哎呦，不要打了！哎呦，哎呦，还修吗？啊！不修了，不修了。嗯，我等等上班，我上班30天。你说的啊？嗯，我天天申请加班，多赚点钱回来养老婆养小孩，可以了没有？明天就上去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就赢了。嗯，知道没有？我没有车费啊。没有车费，明天我就。你妹夫过来接你下去，刚好我们明天也要下去了。要给点生活费吗？还给生活费给你？那我下去没得吃啊，那饿死我！下去包吃包住，包吃包住啊！对，还想要什么钱？有还想去买彩票是吗？有没有鸡腿加的？两个星期加一次，在食堂里每个星期加两只鸡腿。那还可以。行了，这个钱姐。你拿着，在家里要用，小孩也要用，到时候给小孩买点营养品。到时候就在他工资里面扣还给你。到时候再说吧，先把你们的家顾好，这人再说。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我努力工作，明年准时上班。No， 你说了哈。年底赚点钱回来。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时候还是这样子懒惰的话。这个婚必须离定了，我跟你说，小孩我来养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我改了。真的要改了？我知道错了，我也想个出人头地啊。就是、想个出人头地，那你就有动力去干啊。都说了，工作找工作没人要。还没人要？明天准时去，七点钟叫你妹夫过来接你。哦。那我进去了，老麦。你要不要进来坐一下？来我家，我煮点粥给你吃。你还有米吗？
叫邻居借两斤，还借，拿那200块钱给他去买点米回来，我回去。还借，人家上面买一扣彩票，他不买了，不买，还买是吗？不买了，啊，不买了，还买是吗？我只买米，啊，还是，借他买点肉回来，知道吗？真的是。拿回去吧，我也不正经说了，我回去了。怎么那么快又回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回来？到我家我不能回来啊？男朋友呢？什么男朋友？我一个人在这里没看见啊！哎呀，老太婆，你刚才说出去的时候我说过叫你别不找到男朋友，别回来这个家了。你今天不要干什么？哎呀，老妈，不要叫我老妈，当你老妈都丢脸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对呀，隔壁邻居跟我说我家有个大丧礼。丧礼又怎么样？我光荣啊！给我出去！哎呀，你够不够我？我要回去！我要回去！我要！怎么这样子，老妈？干什么你们？你怎么样？你怎么这样子对你女儿？陈佩，你看看人家林孝根的金瓜，比你小5岁，那小孩子读3年级啊，什么？你怎么今年还是一个人回来啊？不是，就是啊。哎，是不是外面已经结婚生孩子，不敢带回来啊？你那嘴巴会不会说话？你在打他不？真的是。你看人家都怎么说？哎，懒得理他们家事，就走回去了。我再来你说啊。去村头那里跟他们说。不找到，哎，跟他们说一下。男朋友永远不要回来这个家，就当我们没有你这个女儿。你滚！滚！老妈。你找不到男朋友，你又不要回来？不要的，不要！你让我们这两家老脸往哪里搁？我不如生一个鸡还有的吃，生个女儿毛都没一根。回去了，会跟他斗这个气。真的是，连家都不给我还。哎，你不是那个三妹吗？哎呀，老牛认不出来。老牛啊，干嘛？干嘛了你啊？在这里骂骂咧咧的干嘛？我爸妈不给我进家门，把我赶出来了。我刚从广东回来，连门都不给我进去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不给你进去？说来也有点可笑。说一下嘛。哎呀，他妈嫌我不带男朋友回来，连家都不给我进。看见隔壁家的邻居啊，那些都成家了，就我还没带回来。你俩就说不找到一个男朋友，连家都不给我进去。那你认我这个女儿了？他说 在外面认识有了没有？没有，我这不是不想找吗？我觉得一个人过得挺逍遥自在的吗？为什么要找一个男朋友？找个男朋友等一下分手了多伤心，是不是？那你想不想找？找个男朋友不是易如反掌？对我来说，找个男朋友。哦，我记得你好像是想，我是说没的，真是的。这样要不要这样子帮你找一个顶替的先？有没有资源先？肯定有啦。也行啊，你帮我找一个先，不然我。是啊，找帮你找一个，不过要这个了不？这个。是啊。放心，叫我给你。帮你找一个帅的。我在外面。带回去顶替脚先哦。可以啊。哦。不然我爸妈不给我进家门，真的。哎呀，容易的啊。连我这个女儿她都不认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找一个。真的。啊。不要找村里面的哦。隔壁村的。隔壁村的。嗯。那行，带回去吧。跟你说好了哦，如果成不成，那个红包钱一定要给。如果你觉得特别满意的话，要多给一点的不？哎呀，放心的啦，那好了，红包少不了你的。真的是老是想，你要知道我做媒就是为了这个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小郑，老牛啊，哎呀，哎呀，老牛这边有空啊？是啊，好久没见你了，你看，介绍这个美女给你，我隔壁村的，是啊。我这个家庭情况一般都看不起我，难说不？你长得那么帅，美女看一下人家，真是。你好，你好，这么帅呀？怎么样？我叫小智。叫小智啊？啊，我叫三妹，叫三妹。你好。多大了？26。26啊？啊。那我比你大一点哦。多少了？30欧了。30欧？我跟你说。
他是从东莞回来的，想找个人嫁了。这样啊？大把钱。是啊。小富婆。大富婆啊，不是小富婆啊。大富婆。大的。是啊，让你小奋斗三十多年的那种。有个老婆都不错了，老脸就老脸嘛。如果你抱金砖，肯定抱金砖啊，是吧？还有一个问题要怕他嫌弃我。他最喜欢吃小鲜肉，这样吗？是啊，你来来来，跟他聊一下。那你多说好话啊！啊，没事没事。啊，你好，怎么样？可以。可以啊。我一见钟情了。他说也愿意啊。长得太帅了。你不是说成的话帮忙买一台宝马的那种吗？可以啊。啊？放心的啦，没问题。宝马卡里面存了几百万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不能透露给你听。我想听一下而已嘛，让我激动一下嘛，起码那个我那个会多一点嘛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个放心的啦，怎样？我给你的啦。现在就给呀，那现在给的话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那么小啊？你看你那个，太少啊！哎呀，可以可以。可以哎呀，没有。哎呀，干嘛？哎呀，少一点。都说我们在一起了。哎，是，真的是省吃俭用。对呀，虽然说有钱，但是我也要省着点。像你这种人，这都是我省出来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在下面工作不是很容易赚钱的吗？那也是靠我一滴汗水，每滴汗水赚来的呀，是不是？用什么汗水？真是在下面嘣嘣嘣，又有几万一个晚上。对呀，你会说话。啊，那我多嘴多嘴多嘴了啊。是。那这样了不？你们既然聊得那么来，是不是都一见钟情了？那没有我的事，我就先走了吧。啊，我想去饭店吃饭。肚子饿了，这么急啊？不用了，不用在你家吃了啊！拿了我那么多红包钱。这样吧，刚才你不是说找个男朋友就带回家吗？对，太快了吧？你走了啊？那两个人有点尴尬啊！哎呀，要我这个灯泡干嘛？真是的！不要他这种，是啊，这种电能板的，你看都五百多瓦了，太亮了啊！对，那你们慢慢相处啊。光，你这头啊，不用灯罩都够光的了。太亮了，知道了。赶紧滚！是。影响我二人世界。我总感觉发展的太快了，我是不是做梦啊？他打我一下是不是真的？嘿，我痛啊！是不是真的？真的，我这痛吗？痛，是吧？你真的是富婆？那可不要骗我。富婆算不上，有点存款是不是？主要是我爸妈，他见我工作好几年都没带男朋友回家，不给我回家。哦，就是催婚了是吧？对啊，你。看看我的是吧？是个女的我都喜欢，何况你这么漂亮，前凸后翘，身材又好。那赶紧，现在马上等我回家。直接去你家？对呀、啊，还是见我爸妈。两手空空的。没事，有我在，我叫他们杀鸡给你。这样啊？快点，那行，那行。来，回家。回家。对呀、啊。四合院了哦。有比你家稍微好一丢丢，好多了。我还没放心呢，老爸，老妈，哎呀，有点紧张啊。不散啊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嘿，哇，这么松啊？这个谁呀？别怕，他们还以为是我一个人回来。伯父，这是你女婿啊？还谁呀？啊，是不是真的？肯定是真的。我刚刚回来，我只是想，你好，只是想气一下你们而已。哎呀，这就是啊！你以为你女儿真的找不到男朋友啊？哎呀，那你早不说。哎呀，我刚刚只是想试一下你们。害得我们昨天把你骂了一段，真的是。想气一下你们而已。哎呀，你进来，我杀鸡啊！我带男朋友回来吗？你们要杀鸡吗？杀鸡啊！现在马上回去，马上回去。哎呀，那个谁，来。进来，昨天都不应该带过来啦，真的是。